叫你仔，那个是你兄弟李子哥，先提过，你看味道怎么样？大妮子骑小妮子，哦，不是小妮子骑小小妮子，怎么样？甜不甜？酸不酸？再过两天就可以卖了。啊，真的啊？关键那个不是我们的嘛。对，再过两天把这些妮子搞起去卖。它又不是我们的，你去卖？那是哪个的？那个上头的，我们喊大舅。但是他们屋里没得人来了姐，他们搬去走的。他们屋里没得人，那搁起卖了噻。哎呀，那不好不好，是别人的东西。你要骑点没得关系，是不是？每年我们都来骑，但是你拖去卖了那个东西，这个味道都给变了嘛，性质都给变了，是不是？好吧。哎呦，小妮子，我先烤过了它。你个嘴巴那么甜，你也不甜。好甜！你给我你那是黄色的，那个是红色的。哇，那个猫就切了，嘿，兄弟子，真的真的，狗那个真的切了，那么好吃啊！要红色的更甜。那么好吃的啊，你还有吃不了？那还有过两天得的没得，被他们走完了，赶紧今天走点儿，走回去脱口袋。那我带车子面去脱口袋啊？哦，没事，我觉得我们这一口袋都够行了，我说把它这些慢慢这一个蛇皮口袋，回去慢慢骑就行了，也不是很过分嘛，不过分。纯天然的，一点农药没打的，每年生样子，安逸。它那个李子比一般的地方那个李子要早一点，我们那些本地李子都还没有红，它那个李子都红了。我得把车子开下来，站在车子高头去摘，是不是？又不需要爬树，哎，对不对？可以。哎呀，站错地方了嘿，我还坐车退点儿，那里看到是不是？嘿，这李子我是认真的，兄弟子。哇！啊，哎呦，搁那生不起我嘿，踩得红红的，拐拐拐拐拐。那回来的是实在不强。目前呐，我还没准备好，它跟李子都够成熟的。那个如果说加入他们的时候要李子的话，快现金哈。好，那个加过来的。好，现在请李子对吧？现在请李子。哦。快来！嘿，那个味道得了嘿，这儿把你好，这儿把你好骑，你来嘛。不骑不好骑，我觉得我不得折嘛。没骑嘛？给妹妹他们拿几颗？有了。嘿，那个是那个，没那么我那个大舅屋里没那个管一年。
好意思啊？那梨子啊，酸不酸喽？甜的好甜，嗯、甜的很喽。甜的很喽。不要了，够了。来呀，给我多搁点儿噻。来来来来来，那些我给你点儿了。那是么东西？去，你这儿看什么东西啊？拿起，这是几本了？这是几个？我那里头还有的，我还给你给点儿。我那里头还有。有的。够了不？有的。那我来给你点儿钱来。啊？我来挑。梨子啊，给你来的。我是来的货嘛。你那生日吗？那不是个如哦，那是那不同的嘿，那不同，它不是一样同。